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专属幸运数字，无论是爱情事业还是财富健康，星座幸运数字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好运，还能够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外的惊喜，就好像有神庇佑一样。那么你知道天蝎座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吗？天蝎座的幸运数字是一秋天出生的天蝎座的主要特征是深沉而敏锐。天蝎座属于水象星座，主管星是冥王星，守护神是黑帝斯，幸运颜色是紫色和黑色，幸运珠宝为黑水晶，幸运数字为一。天蝎的符号能量直觉，天蝎座深沉敏锐，第六感很强，天蝎座符号象征着神秘，天蝎的幸运数字一就像天蝎的符号能力一样首当其冲，为数字之首。当天蝎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的时候，可利用自己的幸运数字一和敏锐的直觉化解难关，走出困境。了解天蝎的幸运数字后，让我们来看看天蝎符号的秘密。天蝎座的星座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只翘着尾巴的毒蝎子，但其实在很多西方占星家的看来，天蝎座的符号其实是蛇的化身。天蝎代表着理性和欲望的结合，因此天蝎有着孤独又神秘的特性，让天蝎富有较强的争议性。在上古时代，蛇被视作智慧和罪恶的象征，亚当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，就是因为受不了蛇的引诱，吃下了智慧果才酿成大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